X1， 这是酒吧还是俱乐部什么的？都不是，只是一家密室逃脱店。听说出了不少问题，说是这家店的店主会催眠术或者妖术，能让玩家沉迷于店主美色不可自拔，回家后一眼望见店主的倩影。现在这种黑红营销太常见了，走，看看这家店主的真身。